下来然后写什么？写第一咱们那个代码啊。这块有一个什么？有个 type define 的一个用法啊，稍微给大家这个总结的三条啊，你就了解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待会儿稍微写一下就可以了啊。这块呢，咱们写上这第一个啊 ，type define。哎，它有第三用法啊。那么这块用法呢，需要大家稍微理解理解，因为什么？因为你之后呢，在看别人写代码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一些用 type define 啊 ，type define， 特别是你看到一些这个标准库里面呢，它在封装一些接口的时候，也有些用一些 type define。那这个时候你要理解的是 type define 用法啊 ，type define 用法。哎，这么慢啊！所以咱们呢，稍微把它理解理解啊。大家九号一啊，大家知道这个九号一怎么来的吧？啊，知道啊。好，咱们来第一个啊，咱们看 type define 用法。第一个呢非常非常简单，给一个什么已知的类型呢，取一个别名，是不是？最常用的是不是咱们写那个集合体的时候就这么写的嘛 ？struct 的对吧？哎 ，struct 那什么 person 对吧？啊 ，person 里面有两个域对吧？有个名字对吧？哎 ，char 啊 name 啊64对吧？啊，来什么 in 的什么 age 对吧？那 age 啊，比如这样写。那么正常情况下，咱们用这个集合体定一个变量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写上 struct 分形式啊？哎，都需要这么来写，对吧？我们写个 void 啊 ，type 啊，然后这么写，对吧？啊 ，person 啊 ，p 是这么来写，因为咱们需要偷懒，对吧？咱们说不需要每次都写这个 struct 的啊，比较麻烦，所以咱们可以怎么做啊？说写个 type 啊 ，define 啊 ，struct 的 person 对吧？写什么 my person。就这么写可以，以后再定一个分对象，直接拿它是不是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么写就可以了？对吧？哎，那么这两句话是不是可以合成一句话呀、啊？是不是、啊？好，直接在家一直用大键盘了啊！傻乎乎啊！这两句话是不是合成一句话？怎么写 ？type define struct 的啊 ，person 是不是、啊？哎，然后这个他怎么写、啊？这个他说取个别名叫什么？叫 my person， 俩意思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这么写啊？是不是这么写啊？啊，那么这个起码是把上面两句话合成一句话了，是不是啊？啊，那么其实这两句话跟一句话也是一样的，是不是给这个类型取个别名 my person？ 这 my person 和 staff 是不是同一个类型？啊，用两个用哪个定义都行，明白了吗？那么这是第一种，是比较常见的那种。啊 ，type define 用法，哎，给一个已知类型呢，取个别名。那么还有一种用法，啊，我写什么 void type 零二，啊，这个时候写什么？写叉星 ，p 二。请问 ，p 一什么类型啊 ？p 二什么类型啊？哎，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那我给你打一下，我把这放上 C 加了，好吧 ？C 加有一个呢，可以打一下它类型啊。啊，咱们还用 printf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用一个 printf， 啊，不用 printf， 不要的了，好吧？啊，这个你先不用管啊，如果大家不知道 fill 的话 ，fill 是 C 加里面的一个标准输入输出啊，你就先，我在这个地方呢，通过 type id 呢，可以打出来什么？打出来这个 p 二的类型啊，那么先把这个 p 呢放进去，点什么？点上 name。哎呀，这个放键盘别扭了，对吧？把这个拷贝一下啊，放这儿。然后咱们调一下这个 test 零二，咱们看看 p 二什么类型的啊？告诉大家已经说的非常非常好啊 ，p 什么类型的？叉星 p 二呢？叉星对吧？我告诉你错了，哎，一个叉星，一个叉，是不是啊？是不是两个叉星啊？其实咱们写这行代码的目的是不是要定义两个叉类型的 p 二指针啊？是不是啊？但是呢？方式愿为的，那么这个星呢，只和什么最近这个班符合，差呢是和后边的，明白吗？所以说 P2 它是可能差的星，但是如果我一定要实现，我定的时候呢，能这么来写 P2 都是一个差星，怎么写呢？我可以通过 type define 怎么用呢 ？type define 哎，这么来写，把差星呢放上这，写了吗？就 P 差嘛，就是 P pointer 嘛，差是类型嘛。P 叉啊，然后呢，用这个 P 叉呢去定义，放这，哎，拷贝多了对吧 ？P 叉，哎，直接放上，啊，这个地方分号对吧？
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看看 PPR 什么类型，因为咱们这个目的非常简单，就是 PPR 都是指针类型的，是吧？只有两个类型不一样，是不是两个都有差型啊？对不对？哎，那么这是一种用法啊。那么你要明白病人为什么那么写，明白了吗？哎，或者说如果你有类似的需求，你也可以这么来写，因为你每次都写差型差型的话，是不是比较麻烦呀？所以如果你不需要这么写，你应该怎么写啊？差型 P 是不是这么写啊？那你真的写 PR 吗？不能，应该怎么写啊？先 PR， 这么来写，明白吗？这个大家能理解这个语法？哎，这样两个就差型了。这大家理解了吗呢？能理解啊，理解了吗？是把这个点就过了。那么还有第三个 type defect。刚才咱们说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有一个平台，咱们拿编辑来讲，对吧？你比如这个编辑呢支持个浪浪类型，那么另外一个编辑呢不支持浪浪类型，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有没有？咱们刚才说的编这个类型是由编辑提供的，那么如果你用的编辑的版本啊或其他的一些问题和平台的问题，咱们就把统一的这些这个编辑啊，这个操作系统啊，硬件呢、啊、不同，咱们统一称为平台问题啊。那么由于平台不同呢，可能会导致什么？哎，比如说你用个数据类型，这个平台有，那个平台没有，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啊？那比如说呢，我做了一个应用啊，就我写程序的写这样的程序，我希望啊，我定义这个变量必须要用当前这个平台下这个最大的整型。但是我平台，比如说我浪浪，咱是不是有这个类型啊？啊，是不是有这类型？那我在定义的变量，我得来个什么？来个 avoid test 啊，哎03，这边写什么？我写浪浪啊 A， 哎，定义一个变量。然后呢，我在我这个项目中的所有需要用到这个最大的整型这个地方呢，我全部写上了，可不可以啊？是不是符合我需要啊？因为我呢定义的 A 变量的时候呢，我需要什么？大量用到这样浪浪类型。那么我程序的其他地方我也用浪浪，所有地方都用浪浪类型，那这就有问题。当我这个程序换到另外一个平台下去运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平台是没有浪浪类型的，那你这个浪浪编的时候会不会报错？会不会报错啊？啊，会报错。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把你的100多个文件，对吧？100多个文件，每个文件1000多行，是不是都要改一改？是不是都改成浪浪类型？就把所有出现浪浪的地方都改成大标，当前平台最大正型，比方咱就假如说啊，就是个 int， 你是不是把所有浪都要改成 int？ 是不是啊？你不改 int， 你编辑不了，是不是啊？有没有个好办法？有没有？啊，用什么？用 type defect 呗。是不是啊？哎，非常有用啊！写个 type defect 不就 OK 了吗？你把这个浪浪啊改个名，放在这写个浪浪，然后写什么？比方说 my type， 哎，写个这个 my type 类型。然后呢，你所有出现 my type 类型的地方呢，需要用这个最大整型的地方，你就直接用 my type 进行编量不完事吗？是不是啊？那么如果你这个平台不支持浪浪，支持 int， 你把这个浪浪直接改什么？改 int 不完事吗？是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啊？哎，可以有利于吗？啊，程序的一致性啊，有利于程序的一致性，这个大家能理解了吧？啊，一致性呢，这大家能理解吗？啊，那么基本上 type defect 就这几个用法啊，这几个用法。那么给大家15分钟。啊，你把这个写一写啊，就说你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不需要记的啊，你就需要理解它为什么那么写就行了啊，这么写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在定编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清楚啊，一定要非常清楚你定出来什么类型。如果你定编了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类型，那就不行了啊。